我最喜爱的大英雄呢，是一只黄黄很可爱的动物，它有两个红红的 blush， 它的电力十足，而且很喜欢发出比嘎比嘎的声音。猜猜看，它是谁？你们猜到了吗？它就是 Pikachu。我最喜爱的大英雄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一个人。我的年代了，小时候看的一些电影啊里面的一个人物。他头发飘逸，头发非常的长，有一点点